最新发明的防身武器——钱包裤卡。下面给大家展示一下钱包裤卡开珠泪眼。这个就是我平时携带的钱包裤卡。那么再给大家开第二块珠泪骨，这个珠泪骨呢不大好固定，我就直接平放在这个板子上，给大家看一下货真价实的珠泪骨。直接平放在板子上，这个呢就是我平时携带的钱包武器。直接切开，下面给大家切第三块珠泪骨，采用的是长款的钱包。这块珠泪骨非常的不规则，非常的难放，所以说会增加它的这个开的难度。直接碎裂，演示一下。好了，直接开就行了。是12块啊，好嘞，不给你，没试过，12块。好。优点是可以无限次使用，使用时拉出推杆，方便携带。
可以根据用户不同的需求来选择不同的液体进行防伪。在防伪当中可以使用纯净水作为日常训练，花露水、墨水和各种精油以及肥皂水